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帮忙？不帮。那还是亲姐弟吗？听听，听听，专家的眼睛雪亮的，雪雪亮亮的。我觉得，不仅是现在帮忙，今后娶妻、生子、生活、工作，什么赡养老人，他都得帮。哎，阿姨，这些我都不敢要求。他只要把房子事答应，那我都谢天谢地了。嗯嗯，哎呀，不过这个话说回来了啊，你人生这些大事，他都帮你做了。嗯。那还要你干嘛？啊？你整天混日子，一事无成，丢不丢脸呢？孝敬不了老人，你丢不丢脸？有点事儿就出去跟人家借钱，你丢不丢脸？啃父母，啃姐姐，全家人放不过，你丢不丢脸？爸，伪专家，你来 PK 一下，来。哎，那个我们家孩子还小呢，你就不能代表说以后他就没有作为啊？现在他姐姐也就是临时帮一下忙，那你得给他机会啊。关永年啊，你的问题最严重了，咱们待会儿再说。我先说说你二姐，她二姐，关雨晴，你叫我吗？对，叫你，过来。哦，你坐下。哦，我觉得啊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。是是是，你的职业很好，工资收入也很高，但是你在这一家里，你不能够说大搞一言堂啊，那么强势啊，是吧？你不能眼里没有家里的人呢。对吧？你这是不对的啊！关键妈妈，我再说说您啊，我觉得教育孩子吧，就像种树，你要常修常剪，才能绿树成荫。您说对吧？我跟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，我呢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，我是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，对于我儿子的学业、生活、思想、感情，我全都要抓，我全都要了解。我全都把关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儿子现在非常的优秀，他让我做母亲很骄傲啊。管家妈妈呀，是这样啊，我做调解工作呢，向来是直来直去，哈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您这个母亲不负责任，真的，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这位阿姨，您刚才说震雷还是说我的部分，我觉得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哈，我也会努力的去改正。但是我的母亲在这个家里做了什么，我们当儿女的很清楚，作为女儿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她。还有您刚才说您用整个生命去对待儿子，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，我很质疑您的儿子难道不会窒息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家教，长辈说话你随意插嘴，我姑且不记。好，还回到我儿子的话题，我儿子从小学就是学霸，读博士仍然是学霸，他到了工作单位，他的专业非常的霸气，领导非常重视。试试说话呀。嗯，那我现在能说话了吗？可以，你说吧。我觉得学历和职务不代表素养和品质，您最好呀还是少管一些我们家的事儿，多关心关心您儿子的心理状况，他压力这么大啊，容易掉头发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您呐还是先管好您自个儿的儿子吧。我老婆和闺女什么时候轮到您教训了？还有儿子啊？对呀，还有我儿子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们家不欢迎您，您请吧。你欢迎不欢迎是你的问题，我做不做工作是我的问题。您不是我们请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街道请我过来，得请你上家。是吗？哎，儿子，你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儿子。哎，调解完了吗？这是你妈。哎呀，这家人的素质啊，简直是！别！您说话注意一点啊！走了吗？什么谁素质？完了，
他们家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结果。慢走，不送，有空别来啊。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他儿子，今天特意上门打击报复来了。爸，嗯，你之前跟这个阿姨认识啊？上回人民公园相亲大会见过一回，好家伙，就那大会，整个就看他一儿子了，瞧他可劲儿吹他儿子，推荐他儿子。哼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谁家闺女要是嫁给他们家了，那可倒了血霉了。咱不学他啊，他有儿子，我还有儿子呢。切，好。好，爸不生气了啊！不生气，不生气了。爸一直觉得你就是好孩子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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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不生气。儿子慢用。谢谢，客气。来这么贵的地儿吃饭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咱俩好久没一块吃饭了，今天我好好陪陪你，随便点。行。哎，你说咱们娘俩多和谐，咱们家太和谐了。就这老关家简直太热闹了，好家伙！你这孩子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们道什么歉？啊？你应该帮老妈说话。妈，他们家人那么多，我不是怕您吃亏吗？嗯，也对，还是我儿子。那我点了啊。点点点。嗯。哎，王主任，啊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有一个急诊的病人需要我马上去做个手术，这饭吃不上了。您随便点，回头把账单给我，我给您报销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治病救人要紧。我走了啊！哎哎，吃好啊，妈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这儿子简直让我太骄傲了。回家煮面去。弄脏了，啊，没注意。我帮你拿去干洗吧。不用了，我回头自己拿去洗就行了。哪有时间呀？我看这料子挺好的，万一水洗就毁了。不会的，我知道这个衣服得干洗。那个是需要马上签字的。啊，这个交给我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就当欠我一人情。换班完成。姚大夫，病人血压下降，破口找到了，止血钳。姚大夫，这破口止不住啊。姚大夫，病人血压一直在下降。我按住出血口，快去找徐医生。喂，徐主任，病人陈志武情况危急，请您过来一下。我马上过来。姚明。什么情况？患者现在冠状动脉前降支出血，根本止不住。来，就这儿。好。靠近支根部血管撕裂，已经没办法修补了。去乳内动脉，患者需要搭桥。徐大夫，娘娘，是你给我弟弟做的手术。嗯，他现在人怎么样了？出点小状况，但手术还算顺利。哎呦，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！赶紧办手续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徐大夫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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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大夫，嗯，谢谢你哈，真的没想到。最后还是你给志武做了主治医生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每个主治医生的病人都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有没有人请托都一样。哦，我明白。除了家属以外，没有人比医生更希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你。
因为志武对我姐姐的家庭真的很重要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先去忙了。建玲啊，欢迎你就任我院副院长一职啊。张院长，我这是老员工回归呀。是啊，你可是我院心外科的老主任，当初你去国外进修，又参加援疆医疗计划，一待就是几十年，总算是把你盼回来了。心脏移植中心的事我就交到你手里了。老高必当全力以赴。来，坐下聊。来，站长，坐。我帮您。哎呀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徐阿姨。林姐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那个给清风送汤，我帮您。啊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啊，慢点啊。好好好。哎呦，我先上厨房，帮忙把汤加热了。那好啊，哎呀，还弄了个保温桶。啊，谢谢谢谢了。这保温桶谁的呀？消毒没有啊？这个保温桶就是清风的呀。我们门诊平常特别忙，他经常来不及吃饭，我就帮他打点儿。哎呦，真好真好，真是麻烦你了啊！哎，您坐，您在这等着。哎呦，我会不会太打扰你了？完全不会，您坐下歇会儿。好，您坐会儿吧。我别打扰你了，你看这事儿。干嘛？刚取回来的衣服是吧？对呀。这衣服。这衣服，这是我儿子的呀，怎么你啊？对，这是清风的西装，他太忙了，没时间，我就帮他送干洗店，刚取回来。哦，哎，要不是林姐，你平时也是这么照顾我们清风吗？哎呦，阿姨，我这哪算得上照顾呀？都是小事儿，就算搭把手吧。啊。哎呀，林姐，你这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坐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呦，你跟我们清风，你看工作上是搭档有默契，生活上呢你又这么照顾他，算不上算不上啊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俩是不是没有微信呢？哦，还没加过，加快点！哎呦，我怎么可能没有你的微信呢？真是不可能的！来来来，你扫我。